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。德美厨娘上菜咯，第三位小厨娘来看一下她的介绍影片。我是王君如，你可以叫我 Greta。 除了运动之外，我的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做菜咯。甜蜜你觉得怎么样？德美厨娘来上菜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